本栏目由河南五谷春酒业独家冠名播出，五谷精华最美中原。到底是一种什么美味？吃鱼不见鱼，吃肉不见肉，却比鱼和肉鲜美百倍。特别嫩，筋道十足。信阳人能把各种食材和面炕结合，那么面炕究竟是一种什么神仙技法？动辄十几斤的南湾鱼到底有什么极致吃法？在遍地都是好食材的信阳，人们把烹饪技法和食材完美融合，这背后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智慧？信阳好菜又要上桌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南湾鱼。家的南湾鱼非常有特点，你找我们夫妻俩是找对了。王大师，我是北方人，光是鱼头可不行哟。那还得来点创新呢。你去抓一条那个最新鲜的南湾鱼。嗯，好，好的，好，好，好嘞，好。南湾湖，信阳人的母亲湖，不但提供了生命之源，水生水长的南湾鱼也滋养着信阳人的肺。清炖不再是唯一的烹饪方式。这对夫妇在创新南湾鱼的做法过程中展现出了独到见解。本栏目由佳佳怡特约播出，三倍捷径佳佳怡，顽固污渍没问题。哇，太舒服了，在这儿。这里有玉兰明珠之美誉，不愧是中原第一湖，青山绿水，蓝天白云，养出来的鱼味道一定很鲜美吧。我带你去船上我们刚捕捞回来的鱼看一看好吗？走，咱去抓一条。好嘞。然后等会儿回去了之后给你尝一尝我们做的南湾鱼怎么样。好。南湾水库的水呢没有污染，南湾鱼是深水鱼，鱼质呢就是比较细嫩，贴入弹力的那种感觉。多少鱼啊？船里面接近1000条，每一条鱼大概都有7-8斤，还有十几斤的。这一个船上的鱼啊，有很多。说啥呀？那咱捞一条上来看看。好，我来给你抓一条。哇塞！你来看看，哎呀！哦，哎呀，一个，这个好。哇塞，这来，这个太沉了。哎呀！这个好，我给你帮忙看。哎呦，就它这个嘴巴这个地方，你给它掐着，这个抓住它尾巴，给。对，抓了，尾巴抓了。好，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。你人还怪好人嘞。好嘞。我捕的鱼。哎呀，好吧，看看。有血啊，有血没有鱼。完了！南湾鱼呢？你看它的鱼头大大，嘴宽，眼睛突出，它像一个胖娃娃一样。小时候啊，我们就住在淮河边上，每年那个汛期啊，那个水啊就漫到所有的农田里面、河沟里面。等那个汛期过后，那个满水沟啊、塘里面呢、田里面到处都是鱼，然后就妈妈来做给我们吃。
所以说对这个鱼啊，从小长大一直伴随我们成长，就是吃它长大的。一会儿就把那条鱼带回去做给你吃了啊。好嘞。然后你尝一尝。尝。对。怎么收啊？怎么收呗？收你。茶香蓝纹鱼土面呢，它是分两个步骤来做的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蓝纹鱼给它清洗宰杀干净，把鱼头呢分开，起锅烧油，油烧热之后放入准备好的姜片炸香，再把鱼头放到锅里面煎成一面金黄色。煎下的目的就是这个鱼啊，它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毛尖尾做出来的一个鱼面，还有一个我们用胡萝卜汁做出来的鱼面。这个茶怎么入菜啊？需要我现在去？面就做好了，下入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双色这个鱼面，茶香蓝纹鱼头面就炖好了。最后出锅的时间要加上我们信阳特有的一种植物调料，叫大肥叶，就可以上桌了。蓝纹鱼还能做很多创新菜，我最得意的就是把猪肉翻成鱼肉，做成鱼肉狮子头，鱼肉切成粒，调味后搅拌上劲，团成狮子头，裹上蛋白糊，开水炖煮40分钟，用鱼肉做成的狮子头松而不散，软嫩鲜香，保证你吃一口就忘不了。小兵，嗯，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创新的一个茶香蓝纹鱼头面，有淡淡的茶香，一口咬下去就有一种 Q 弹弹牙的感觉。这个鱼汤里头只放了盐，居然这个味道这么的鲜香浓郁，就是它自身的那个香味儿，鲜香味儿。你还是个美食家哟。没想到一条南湾鱼居然有这么多种做法，我真的是太信仰了。小编，你下一次再来，我会再给你做出不同样的蓝纹鱼。太好了。从小吃鱼喝鱼汤，作为厨师，我一直想把家乡的蓝纹鱼多做出些花样，
我也会尽我所能的支持他，帮助他，让大家呢都能够吃到适合自己口味的蓝鳗鱼。本栏目由河南五谷春酒业独家冠名播出，五谷精华，最美中原。信阳人爱吃米胜过爱吃面，蓟县作为信阳的一部分却显得有点另类。蓟县不但吃米，还把面吃出了特色。面炕就是蓟县最具特色的烹饪方法，信阳人能把各种食材和面炕结合。那么面炕究竟是一种什么神仙技法？蓟县人最爱吃的面炕菜又是什么呢？面炕鸡，面炕鸡，那必须是面炕鸡啊。肥的大公鸡一定很好吃吧。蓟县面炕鸡对鸡的选择极为苛刻，要善于奔跑，时速每小时20公里，弹跳力惊人，2年以上散养的大公鸡，这样才能保证面炕鸡的绝佳口感。手起刀落，下一步是最关键的挂糊。挂糊就是面炕鸡的零分，糊素粉和面粉按它的1:2的比例来拌这个面。哦，好，两个鸡蛋啊，帮你打。让这个面粉就是为了裹着这个鸡。这个鸡。哦。这个加水，半熟的再焖蒜，面都裹在鸡上。那我们下一步该干嘛了？面炕啊，炕鸡啊。哦，该炕了。哎，炕。炕是比煎用油更少的一种烹饪方法，锅底加入少量的油，是为了防止在炕的过程中粘铁糊锅。利用面糊将肉或蔬菜牢牢地裹住，营养成分和鲜美的滋味完全被锁在里面，面香和食物本身的香味让面炕菜格外的美味。用面裹着鸡，然后用那个油煎出来的特别香，本身这个就是土鸡，所以这有一股焦香味儿，然后汤喝起来也特别特别香。过去家庭穷，哦，没有油，没有肉，来了贵重的客人了，嗯，自己养了几个裹着面，炕出来之后，它的分量比较大，用这个面炕鸡招待客人特别有面子。那不是没有油才对吗？没得油啊，没得油都是用那个奶秸秆啪啪给裹炒的干干净净的。不过随了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，都用点油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。面炕技法激发出来的香味儿，仍然让蓟县人念念不忘。现在专有的特色，我们从小都吃这个面炕鸡，家乡的味道肯定从小吃到大的。面香、肉香、油香，在高温的作用下相互融合，绝妙的滋味让人一口入魂。特别有筋道，特别香，尤其是泡米饭特别好吃。蓟县人把面炕菜吃到了极致。比如说面炕辣椒圈，唯一不用加水炖煮的面炕菜，青椒的微辣搭配着面的焦香，吃一口就停不下来。面炕糊子饼，面炕菜也可以做成饼，就像吃蔬菜煎饼一样，更加的松软焦香。面炕鱼，面炕羊肉，这些肉类的面炕菜加水炖煮之后，味道更加的丰富浓郁。蓟县的面炕菜虽然吃法不同，但都是家乡的味道，充满着蓟县人儿时的回忆。我看这颜色都是金黄金黄的，现在这炕好了、那我们下一步是下一步怎么炖呢、
差不多好了。哇，终于好了，我来尝尝。先尝块肉吧。这肉两面焦黄，这个面的糯糯的，然后裹着那个嫩嫩的鸡肉。虽然刚才烫过了，对，看似焦焦的，但是它过了水一煮之后啊，就特别酥软。而且这个鸡肉呢，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吃。嗯，对。然后外边有面香味，然后里边又有鸡肉的香味，然后融合在一起了，现在特别好吃。在我们西安吃这个面糠鸡，就是吃这个汤，泡这个米饭，这是我们家乡的味道。我们西安有一个古言说，就是油煎蛋白西安婆，一半米饭一半馍，就是用这个面糠鸡这个汤泡我们这个米饭，特别有家乡的味道。所以吃这个面糠鸡一定要配着米饭吃，配米饭，对，有家乡的味道。美食配美酒，干杯。本栏目由河南五谷春酒业独家冠名播出，五谷精华，最美中原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小兵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大别山脚下，有着湘军故里之称的新县。不知道在这里，我能不能找到藏在乡间里的美味呢？我想问一下，咱这附近有没有特别好吃的美食啊？我们这里有鱼肉糕，还挺好吃的。自个儿去吃肉糕，就是那个鱼肉糕比较有特色。鱼肉糕，就是鱼肉跟猪肉做的，然后蒸一下。哪家做的最好吃啊？湘军饭店啊，做的好吃。这不就是大家口中说做鱼肉糕最好吃的湘军饭庄吗？哇，好漂亮呀，直接扑面而来的香气啊，特别嫩，弹牙的感觉，筋道十足。原来这就是鱼肉糕啊。做鱼肉糕的黑猪肉可不一般，一定要选择淮南黑猪。别看它长得丑，一身黑毛，它可是猪界的精英，主打一个膘肥体健，做鱼肉糕还真离不开它。师傅，咱这个猪是吃啥长大的呀？我们这猪吃一般是吃米糠，这个豆渣和这个农村剩饭剩菜煮熟它吃的。它这个猪肉颜色是红的，那个像那个牛肉似的。这个要是在超市，你看那个肥猪，它的颜色啊，那个瘦肉就颜色就黄一点嘛。但肥肉呢，比这个正常的这个超市的肉要肥一点。不对呀，我们不是做鱼肉糕吗？那我们怎么在这儿剁大肉啊？猪肉它主要是搁在里边去有油，搅拌起来做出来的肉糕，比较有口感，有弹性。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大头鱼，它是我们当地的水库里边。当地的水库里边，营养比较丰富，肉比较紧致，吃起来特别有口感，加在里边去它比较有弹性。这也不是随便选的鱼。对，这个鱼也有讲究的。有了顶级的食材，猪肉和鱼肉两位选手的加盟，想要做出 Q 弹滑嫩的鱼肉糕，接下来一个字就叫剁。我们就是将军的后代。您还是将军的后代？对。天哪，这太厉害了。所以我们将军饭店呢，也是这位山将军对这个肉糕特别怀念，在打仗的时候也经常的做梦也想吃。那我来帮您吧。我不让你，不让你，我自己来。那这搅拌是有啥诀窍？这力气活嘛。
力气活这一般的人是做不来的。这个手你要像这种，这种是必须这种顺时针的搅。哦，我这样搅，它这个鱼和肉都打得粘到一起了。我们这三样对起来就是1:1，但是稀了的话，它煮起来它容易碎；稠了的话，吃起来是硬的。吃鱼不见鱼，吃肉不见肉。想要吃鱼不见鱼，吃肉不见肉，鱼和肉必须情投意合，融合得天衣无缝，达到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境界。这是两种优质的食材精华的碰撞。好了，我们可以上蒸笼了。这上面晾的是刷了油是吗？对，这水里边。完了，我们把这个蛋黄，这个蛋黄是蛋黄，我们撒到面上，蒸出来，看到比较精致。哦，就那个纹理哦。所以这个不仅可以让它好看，也可以让它更加美味。增加食欲。我们上锅了，我上锅蒸了。好嘞，我来。哦，行，好。大姐，您这做菜多少年了呀？做有还好几十年了呢。这个做这个鱼肉糕对我印象特别深刻。我们的大伯他特别喜欢吃这个菜，驰骋沙场戎马70多年，在外边一直念叨着家乡这个味道。大姐，这个还要蒸多久啊？这是40分钟。要蒸40分钟？那这个蒸熟之后可以直接吃了？直接可以吃了，放凉了，咱们可以煮着吃啊，烫着吃啊，蒸着吃啊，煎着吃啊，煎着吃，炒着吃，炒热吗？还是说要加点菜别的？也可以加，也可以加点菜是吗？随便。那咱去再整点菜，一会儿跟他炒一下，也行啊。行，好嘞，好。本栏目由佳佳怡特约播出，三倍捷径佳佳怡，顽固无字没问题。这叫四季发财。哦，这个叫四季发财。对，这是酒席必须缺一不可的这一道菜。再怎么弄的桌子上山珍海味什么都有，就没这道菜就不算成席的饭。如果说鱼肉糕是大别山留给我们的惊喜，那一杯浓香的无量酒就是大别山慷慨的馈赠了。良乡宜人，窖香舒适，余味悠久。就像吴大姐做出的鱼肉糕，无需过多的调味，充分保留食材本身的香味，浓郁又恰到好处。一盘肉糕，一杯香酒，这便是信阳城中不可多得的惬意了吧。
本栏目由河南五谷春酒业独家冠名播出，五谷精华，最美中原。非油炸方便面开创者五谷道场邀您品味中国友好菜。五谷道场非油炸健康面，面饼脂肪含量约1%，好吃不油腻。欢迎花儿香，听我来唱一唱。将经典的南湾鱼做法结合创意的茶菜元素，使传统的信阳菜迸发出青春的活力。就像无量酒，它既有用淮河深层地下水酿造的内在品质，又具有独特内涵的外在包装，在品尝无量酒时达到了统一，给人味觉和视觉上的极致享受。非油炸方便面开创者五谷道场邀您品味中国友好菜。五谷道场非油炸健康面，面饼脂肪含量约1%，好吃不油腻。吴大姐继续做着香喷喷的鱼肉糕，用大别山的智慧迎接着八方来客。西县人的梦想要面抗一切，还要进行无数的尝试。王小辉夫妇在创新和突破的道路上携手前行，要给信阳菜打上高颜值、高品味的标签。一方小小的灶台，因为信阳人的巧手和巧思，变得有声有色、有味儿的大世界。信阳人和信阳菜的故事，未完待续。河南卫视，新时代，新文化。